1.0 下半塔池新的限定五星警员马上就要死装了，警员抢吗？宝性如何？平民萌新玩家带不带抽？大家好，我是午觉，你什么时候睡觉？先说结论，我认为警员绝对是平民必抽主席，抽一只至少能爽半年。爽！这时候就长得帅小伙伴问了，不对呀，现在大家说警员被削，警员优先级不如银狼罗刹，怎么到你这就变成警员必抽了？别急，我会从以上五的方面来为大家全方位分析，并解答大家对警员的所有疑惑。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抽警员了。先说角色强度，警员的实力相信段落三侧的玩家都有目共睹，他的攻击除了平 A 之外全部都是 AOE 伤害，对血能力拉满，日常清图效率一流。此外神经被动全由毒一挡，只要敌到成数输出非常暴力。从三侧实际体验来看，警员是纯粹的被绿怪物，作为队形角色对比目前塔池中的自食而毁灭。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。在对战方面，满城神君的被绿也远超希尔大招，就问还有谁？其次是体力方面的培养成本，前期资源比较紧张，有时一短体力下去也点不了你的行技，培养角色需要慎之又慎。晋升和行技材料方面，警员和其他五星角色相同，但在仪器方面，警员非常节省体力资源，原因是雷套的事件效果给得非常保守，可以说是冬季向仪器里最拉的。我估计是雷系角色大多数本体就非常强力，所以才特意限制仪器强度。大家完全可以把二雷二突枪当成警员的毕业装备，养成难度瞬间下降。此外，警员行技自带暴击，就算仪器磁条一般，输出照样爆炸。而且如果不抽警员，那你多多用的四星息到底带不带给资源呢？得的话，迟早也会被五星息代替，成为沉没成本；不得的话，纯纯抓杀，严重影响游戏体验。不会还有人没打到混沌回忆吧？考虑到这些，你还想跳舵主席抢抽辅助吗？特金蓄油上，警员新魂提升不算明显，灵命级的上档，但警员专武则非常强力，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入手一把。警员的最佳特金方案是0+1，不过东侧当胎的时候有传言说警员专武被侧发一刀砍到大动脉，这里武教澄清一下，首先警员专武一斤基本没有逮动，只把 2% 的技能伤害换成了 4% 的爆伤，撑死了算得平条，被大削的都是刀精炼的数值，这波啊只是针对特老，跟咱平民玩家基本不搭大，吃多就完事了。这时就有长得帅小伙伴问了，武教，那是不是警员没专武就没办法玩了？错，警员本身强度非常在线，虽然不像希尔一样有魔力宇宙五星平替专武，但四星的大塔武器和黑塔专武也足够强力，绝对能让你的游戏体验有一个质的提升。配对方面，警员的最佳队友就是大丫丫和庭云，无压师也是上任时警员东任的最强配对。如果你稀有池或者常驻池抽到大丫丫，那我就非常建议抽一个警员，没有大丫丫没关系，警员对你大丫只起到一个拉条作用，战界单回合加伤神君是吃不到的。在增伤方面，庭云的作用远强于大丫丫，不仅暴持续三回合，还让神君也能吃到面板加成，而且庭云大概率会在警员池里陪跑，一起捞出来直接就能凑一对。最后就大家端心的未来前景保值性了。在米家游戏里，环境是影响角色出场率的最重要因素。目前崩解的环境主要看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怪物的弱点，一个是怪物的数量。前者决定带什么属性角色，后者决定带什么命途角色。而太傅版本5的重量级 BOSS 中有三个都弱雷，混沌深渊里几乎每层的基因和 BOSS 也都带雷弱点，可以说雷属性是目前最刀对的破盾属性了。此外，这些 BOSS 还特别喜欢造小弟，而且小弟有不少也是弱雷属性，等于又得警员抬了一手。尤其是打深渊的时候，再到轮次会影响通常奖励，而你有警员的话，就完全不用浪费宝队的轮次去处理小段，全队只短放心输出 BOSS， 等回合结束神君出手，一招天动万象直接全场清平。再加上玩入模拟六的小伙伴都知道，特利亚 BOSS 战的难点全部集中在二阶段的布恩尼亚上面。以我对米亚策划的了解，未来的 BOSS 战中肯定也会持续加入布恩尼亚这样恶心的刀级精英，如果没有强力的群体输出负责清场或者破阵打断的话，一不留神就会被对面一波带走。当然也有人说警员很吃资源，打不了复吸，以后肯定要来希尔一手，这什么关系？他看云奇将军本就带十大十绝千金辟易，再说了，他们不是打击你就崩铁的塔贼死的资源获取，是谁得勇气当胎符就畅想念复吸尔，是得必的叶兰吗？不同阶段抽塔需要优先考虑符合自身需求的角色，看这元神统统的深渊上下层，开服这半年到一年，主席一拖三才是王道呀。最后得结论，我个人建议有条件的抽一只警员，毕竟是肉眼可见几个版本内的最强群动，现在抽至少能爽半年。爽！尤其是开服到现在还没有强力主席的玩家，警员的优先级绝对是大于所谓的人权辅助的。现在 1.1 塔池已经确定是银狼罗刹，也就是说至少到 1.2 版本才有五星主席可抽，如果不抽，这段时间就会一边纠结待不待得多度用的四星希拉资源，一边看着别人五星主席带队一路打穿深渊和魔女宇宙，极其影响贪玩期的游戏体验，到时完成痛毒号就得不偿失了。那这里先祝所有兄弟们都能单抽出金，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装追，点赞加关注，五星必抽到。
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对警员的探访问题，午教也会都在评论区解答问题、收集问题、出视频为大家答疑解惑的。哎，更多新奇的料、原神的最新最强攻略资讯的小伙伴，现在点关注啦！